BSD 公布前劏房波尔偷步买劏房，这个由景捷发展公司在94年以61万买入的单位，在今年9月28号即是政府增收 15% 买家印花税之前的28日以270万卖出，升值209万，仲帮买家风雨有限公司足足悭了40万5000元的额外印花税。简称 BSD 曾任景捷董事的陈某邦，可能他会说，但是在1997年即是差不多15年前我已经离任。是你老婆许报名都是今年7月签约为董事一嘛，不过接替董事一职的都是外家的人咯。景捷依然是许报名的家族公司，劏房波寻日梗是死口话不关他事啦，话严格遵守政府的保密原则，这些只不过是其他亲戚买卖物业的事，不关他两夫妻事。